才是行家。好，刚才今天邀请这位收藏达人非常特别，很多人呢都会藏私房钱，你一定有藏私房钱的经验，但这位收藏达人他说，我不是藏私房钱，我是藏私房珠宝和私房古董。等会来看看他到底藏了什么。我先来介绍，在今天超强大鉴定团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曾素良曾教授。嗨，大家好。美学专家于田，大家好。邀请到台湾宝石协会荣誉理事长、逢甲大学助理教授林荣兴老师，大家好。亚瑟宝石鉴定所资深鉴定师赖俊明，大家好。珠宝设计艺术总监廖文良，廖总监，大家好。欢迎来自于花莲的洪雪萍。雪萍，你藏了很多古董跟珠宝，老公都不知道啊？大件的都知道，小件的就不知道。哇，你也蛮厉害的，那你为什么要藏呢？他不让你买，他不喜欢让你买那么多。没有，不会、啊。怕念啊？不会、啊。那干嘛藏？没有藏啊，就收起来而已。因为花莲地震很多，怕摔倒的。就收起来哈。对啊，所以他老公搞不清楚。对对。所以今天你带来现场，这些老公都知道吗？这个有，他有看到，我有跟他讲。是在上节目之前才跟他自首的。对。还没有上节目之前，想说已经要上电视，还是按个共结了。好，我们先请教授帮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画。中国人的毫芒雕是用感觉的，这是很厉害。所以他没有用放大镜啊，哇，那这个就厉害了。他雕了这个隶书，很厉害。为什么古董这么高的价钱？毫芒雕当然是它需要一些技巧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好，这幅画是当初这个是跟那个大陆人买的。哦，跟大陆人买的。对，在哪里买的？花莲的艺品店。啊，花莲艺品店。对，是大陆人开的吗？对对对。所以有一个大陆人，他买卖一些从大陆带过来的画啊，或者是画珠宝、珠宝。对。好，所以这是大陆画家画的，他们告诉你是哪一位画家？他是他自己本身也不清楚。他也不知道，对呀、啊，卖的也不知道，对对对。那你知不知道呢？我不知道，因为我是看这落款这样。你不知道，老板也不知道，那你怎么买了呢？因为就是看这个，他画很少提尺提这么多的，啊，然后又看到李清照，所以你是买书法不是买画，画是陪衬，对对，你是喜欢他这个字，对，字很漂亮，啊，李清照又是宋朝的诗人这样。买多少钱？买当初买5000块，5000块台币，对，啊，5000块台币。好，看得出来是谁的作品吗？这里有写，对，他是谁？梅园老人啊，因为我就是看他李清照。然后又李清照，他应该是梅园老人送给李清照的。李清照已经，李清照是以前宋朝的诗人，对，宋朝的诗人，女诗人啊。对对对。所以，姐姐，你是认为这是宋朝当时的？对，就是文人墨士，对对对，然后画了这一幅画，写了这个字，来怀念李清照。对对对。哦，所以这是古董咯。那你觉得他画的好吗？画的也还不错。啊，你会把它挂起来，在家里有没有挂？没挂起来，怕坏掉，所以都收起来。所以教授通常到底它是不是古董，是不是古画，要看纸张。所有都要看，不是只有纸张而已，就是所有都要看啊，包括它的装裱、纸张，最主要是风格啦，就是它画风、用笔、用墨、构图啊，这些用色。全部要看落款的书法，还有印章、签名，全部要看，全部要看。到底 是不能只有看一个啊？到底是不是宋朝的字画？我们等会见价就知道。好，我们先来见价。老师，请见价。2000元。那就是现代的仿古品哦。这也不是仿古。这也不是，可是这看起来确实很旧啊。这个是对，他是把它弄旧了，做旧了，他把它做旧了啊。各位看这个画呢，第一个我们看画了，画的不好意思，我真的是不好，而且它不是画的，
它是印上去的，它就染了一些颜色，看没有？这些染一染颜色，然后就提了字，就卖了。它是一种商品化，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画那个着色本。对，它是商品化。哦，这是在大陆的一种商品化，因为没有老人，没有这个人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您说书法很好，对不对？我觉得书法不太好。但这个是印上去的吗？这不是印的，是写的。这是真的写的啊。但是这个书法的写法不是宋朝人的写法，这个书法的写法是大陆现代的书法的风格，所以这个是现代的大陆的书法家写的。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名家的作品，因为从画风，从书法不是名家作品。我们请于婷也帮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画来。那个，我其实真的画的不是很好，对对，然后字的部分也还好。那其实我们常看多了水墨的作品啊，其实最容易辨识的方式，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颜色其实看起来有点不是那么的自然？其实古画。还有水墨画，我们很多颜料上面用的都是岩石，就是淬炼出来的颜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看到的树红啊、胭脂，包括朱砂，它的颜色不会像右边那个紫红这么的，这么的化学。哦，像这个紫色，你说是很化学的，对，比较不是这么天然的这种色料。所以他们以前古人呢。墨也好，或者是颜料也好，他们是天然矿石嘛，对，所以它不会有那么化学的感觉啊。到底是不是印的？我看这张是天津的啦。天津的，你还知道它的出处是天津的？当然了，我帮那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整理中国大陆十大仿冒的集散地。啊，书画的话就是在天津。那十大仿冒的集散地呢？我们讲。景德镇，景德镇是瓷器嘛，然后河南的南阳是玉器，洛阳是青铜器跟瓷器，北京呢潘家园综合的啦，什么都有啊。陕西的西安呢铜器、汉罐、唐三彩，安徽的蚌埠玉器，它本来是产珍珠的，结果现在玉器做就最厉害，天津就是书画了。河北大城做家具的，古董家具。古董家具。辽宁的锦州玉器，做什么呢？做红山，红山的那个玉龙珠，有没有？河北的曲阳做石雕，全部都是做旧的，连那个石雕都是佛像，都是做旧的。做假一条龙啊，哈。嗯。所以刚刚谈到这个印刷还是。真的画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分哎。因为你不会画画，如果你会画画，你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吗？它的用笔的问题，就是用笔的话，你看那个断断续续的啊。然后呢，因为我们古代的用笔啊，或者我们书法用笔，它是有抑扬顿挫的这种东西，它是没有啊。你们感觉？你这样跟你讲，你跟你知道，我给你看啊。它没抑扬顿挫啊。对，你看啊，有没有感觉？你画画会断断续续吗？除非你不太会画。如果是一个名家画，他会断断续续这样画吗？中间很多断的地方。这里也断了，这里没连接好。除非我眼睛有问题。眼睛老花或近视太厉害了，他就画不到的接点。这个树枝要从这里长出来，它就很多都没有连上去嘛。这表示它是那个板子上套上去去印的时候，它要套板嘛。你必须印一个套板吧，你不印黑的，印完了印个这个红的套上去，它很多东西没有套好啊，所以它可能是很多人一起协力完成的作品、啊、那就把它挂出来吧，别舍不得了、没关系，你对你先生比较有交代，反正是装饰品。我们再来看，是那这个物件是这个是这个是香炉啊，香炉铜、好，来讲一下在哪里买。这个也是跟大陆人买的，是同一家店吗？不是，私下经营。这个什么材质啊？这是铜。铜的啊，所以应该是蛮沉的哈。有一点重量啊。不够重。但是又不够重。有重量，但又不够重。但是这个底下还蛮。对，它刻两条龙啊，双龙。是啊，大明宣德年制，这里写。大明宣德年制、对不对？当初买是看底下刻两条龙，还蛮特别的。哦，是的，很好。那姐姐有没有用过？没有。
就收起来，就收起来。你什么东西就买了收起来，买了收起来。所以老公也搞不清楚你买了什么。对。但是就是爱买爱逛，你有多爱啊？可不可以来讲一下？那就平常就有假日啊，休闲的时间再去逛这样。我的经验告诉我说，其实喜欢古董的女生比较少，大部分是男生，所以也有女的收藏家。但是呢，数量上比例上是比男的少很多，他很特别，他很特别，他蛮有意思。一般女生是买珠宝，那顶多是买字画。好，买多少钱呢？嗯，也是五千块啊，也是五千块。好，我们来见价，请老师见价，2500元。这个五千是可以啊，如果是现代做的。现在你到大陆去啊，大陆有一些文创商品店，他也做这种东西仿品，他做的很厚重，他的料表示他料很实在的，他5000块你可以买到，甚至更贵都有。另外，当然他是仿古了，因为这个大明宣德不可能，因为我们看在下面后面这个雕的这个龙啊，还有大明宣德这几个字啊，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很清楚，它是模子去弄的，模子灌的啊，再把它拔掉。所以它不是很清楚，如果是真的，它是非常清楚的，是直接刻出来的，手工非常清楚的东西，至少经过打磨，经过修这个胎，但这个不是，是模具做的，这模具做的，所以很薄，很薄，哎，这个当然呢，也可以拿来焚香也蛮好的，但是不是真的啦，不是真的，宣德炉，哎，要用还是可以拿出来用了，很烦。买了就要用嘛，那这是什么呢？这倒蛮特别的。姐姐来讲一下这是什么？豪芒雕刻，就是象牙去雕的。象牙去雕的。对，然后它是雕一副金刚经这样，还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它雕的金刚经一部5000多个字。所以它那个工要很细啊。对，它上面还有镶钻石。对，那这个木头是什么木啊，教授？红木。哦，红木。对，红木。那算也是蛮好的木头。对对对对对，因为它上面那个是豪芒雕，豪芒雕是。什么叫豪芒雕？豪芒雕就是说雕的非常小的字，那雕刻的人不像西方人，他是用一个放大镜啊，戴在这个眼睛上去雕嘛，对不对？中国人的豪芒雕是用感觉的，它是练习，对对，用感觉这样雕的，啊。那个是经过很多练习以后慢慢可以，我们写字都还要看着纸写，还没有办法凭感觉写，对对对，很雕刻，它雕刻可以凭感觉，对对对对对，这是很厉害，所以他没有用放大镜啊，哇，那这个就厉害了。我们刚刚有去把它拍下来啊，可以看到那个它雕的字是属于隶书啊，阿光你看一下，对对，它雕的这个隶书很厉害，隶书，你说它真是，你说它完全没有看呐、啊。不用看了，你没办法，就这样看啊，就这样就雕了，哎，是没错的，真的，啊，哇，这个以前我曾经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大陆的豪芒雕刻师，豪芒大师啊，他就现场雕给我看，他就这样子这样雕，直接雕的，哎，雕完以后他就要用放大镜看，确实就是像这样的，哇，哎，很厉害的，很厉害，所以这算是。这种特殊技术，技术，特殊技术。这个漂亮哎，镯子哈，哎，这个厉害。好，当时买多少钱？9000块。啊，这么便宜？虽然是 A 货吗？32年前。哎呦，32年前。像你要买手镯，这样的手镯哈，你手机感觉也蛮劲。只怪当时年纪小啊，哈，不知道要。是这样子的，对对。这个以前我曾经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大陆的豪芒雕刻师，豪芒大师啊，他就现场雕给我看，他就这样子这样雕，直接雕的，雕完以后他就要用放大镜看，确实就是像这样的，哇，哎，很厉害的，很厉害。所以这算是这种特殊技术，技术，特殊技术，哎，这样的技法现在还有，都有传承，有传承，对，有传承，这是大陆中国啦，中国这种特殊的一种雕刻技术。姐姐在哪里买的？这个是在花莲的一个珠宝店。珠宝店啊。对。
这个应该是中国的技法嘛，哦，所以可能是它来源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对，他我听他说是从香港拿回来这样。这个台是你在台湾做还是？哎，他自己镶的。对，这是十八 K 金。对，本来他是放在这里啊，他自己怕损坏啊，所以他把它镶起来。他镶了十八 K， 在旁边镶了45颗小钻。对。對好，我们来见价，姐姐当初买多少钱？四万五，好，好盲雕。好，两个人商量好了吗？两位专家商量好了，好，来，我们见价。见价，85000元。来讲一下为什么估到这么高的价钱。豪盲雕当然是它需要一些技巧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了，不是说我很用心就可以做的，它是要训练的，对不对？是啊，所以它雕的呢虽然不是最好啊，但是还是工整的，还是不错的。另外就是刚刚那个李老师有看的旁边有镶钻，它的钻石是这个有天然的钻石45颗，它的 K 金是18K， 大约有8钱，8钱就是它都1英2，很重的。那这个框做好大约要63000块，现在来做要63000块做得起来，光那个框就63000块。那我们刚刚估85000，就是它的豪盲雕，我也估2万块，2万块点这样子。好，所以虽然是不谈点完哈，谢谢。这很特别的一个物件，是啊，对对。好，虽然小但是有意思。雪萍来，这个物件是翡翠。这个应该玉吧，缅甸玉，啊，缅甸玉，对。它这个是李老师，它这是玉皮吗？这是玉皮，对，它就是我们叫做巧色巧雕，哦，它刻意把玉皮留下来，然后雕一个貔貅，然后这边就雕一个如意，他用这种方式，这种雕件的物件好像镂空的，对，在大陆广州还有这四会，那比比皆是啊。到处都比比皆是，对，很多这种工就是不会很特殊啦，就是说一般的那种学徒刚学好就是要雕这个东西。它这是手工的还是机器？这是手工的啊，手工做的。对对对，所以它这是糯米种。哎，这糯米种是是是，种地是还可以的哈，那颜色上就稍微差一些些了，不那么绿。对，就没有绿嘛哈，灰色的。好，那这个黄皮倒不错，但这个黄蛮好。哎，这个颜色倒是蛮鲜艳的。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物件，然后一般这个就是吊在这个包包啦，然后腰部啦，哈，这大概这里可能就太大一点。嗯，姐姐很爱翡翠啊，对，你到底多爱？因为就玉是收藏蛮多的，收藏蛮多的，家里还蛮多的。哦，他说他非常喜欢翡翠，对，大部分是摆件啊，因为喜欢艺术性的。啊，姐姐花多少钱呢？这个当初买8000块啊，8000块。好，我们来见价，请老师见价，12000元。像这样的物件就在台湾，啊，在两岸各地，包括香港那里，很普遍的。正常的行情大约在10000出头块是应该的啦。嗯，这样子，好，好不好？谢谢。就是量比较大了哈。对。好，这个物件呢，雪萍，这个是翡翠。翡翠，嗯，要不要讲讲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翡翠啊？翡翠，因为它看起来就很漂亮，而且它那个雕工很漂亮，啊 ，K 金的雕工，哦 ，K 金的雕工，好的，对，有雕的哈，对，他喜欢欣赏美的，对，有这个艺术性、有设计感的东西啊。但是其实现在李老师曾经说过，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好玉不雕哈。对，都是它比较厚实一点。像这种就是早期，你可能买就是买那个绿色，然后就是显得啊寡传啊，那层层等等，很漂亮，好，然后又是这种都属于玉皮啊，比较薄的地方做的，所以它必须要 K 金去做很多了。对，多少钱？65000块。哇，便宜耶。对。所以当时一定是因为这个翡翠很绿。对对。是。虽然很小，可它很绿。虽然小一点，不过它的翡翠就是最主要哈，就是您讲的它的工艺啊，那是手工打造的。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哈，它不会去铸模，不会。它终究假设有这种外框是铸模的，这个里面也要改成合这两块玉。但是我们从背后里面的工艺看的哈，它是手工制作的，它不是铸造的哦。所以说来讲，它可能就是说，当时花的成本会稍微高一点。所以我们只能估它现在的价值，它现在的行情。
哦，假如说你要说用 K 金什么，我就要用新的，然后再把它加上时代的背景上，可能会很高，但是它事实上高不了，因为它在银楼里面是属于那种滞销的货品。滞销啊？这是属于那叫战卫兵的，战卫兵的。目前这种是属于这种风格，好，但当时是很 OK 的。战卫兵就要碰到像雪萍这种，但是他看起来又不太会杀价，好，那有的我说像他这种，对吧？看了就想买。你要像这种开价是10万，那廖老师说2万要不要拉倒，对不对？廖老师属于很会杀那种的，对不对？他看起来不会啊，高椅啊，对不对？10万块、欸，能不能算98？啊，哪有这种还价方法，对不对？这多少钱？再讲一次，65000。好，65000。好，到底现在值多少呢？请老师鉴价。8万元，还是会涨。因为当时哈，当时你买的时候价钱可能就稍微高一点点。对，哎，这是几头呀？那谁要赶快赶快？我做会背，关黑我做会背哦，啊，等一下。苏代卢很像啊，等一下，那个火车还没开，等一下，等一下，还在上一站哈。是刚刚这一个坠子呢，它是两个啊，属于那个半圆管来做的一个款式。那其实这些都已经是老款，可是呢，你如果改变一个款式的话，有可能你在拍卖会里面反而是一个主角亮点，哎，一个亮点。比如说我们把它做的比较年轻一点，哦，把它设计的比较年轻一点，你加一个什么东西呢？红配绿嘛，你就加一个碧玺就好了。红色的碧玺在这边，然后呢前后两端呢我们就磨黑玛瑙来做，那这样的话整个蓬起来，然后呢那个戒指戴起来的时候，我一共瞧到这个镜头就等了，戴起来大概是一根手指那么长，那这样的话这一个就很好卖。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现在有支撑的一个力道给你看。所有的拍卖会里面，这是佳士得拍卖会今年的春拍，所有的拍卖会里面你看像它的款式现在都是这一种。那像这些款式你看看，我说含这神灯都造出来了，你知道不？壁虎也跑出来了，小猫咪也跑出来了，然后这个鱼也跑出来了。那我们再去看连什么东西呢？哦，这个就是品牌的 T 开头的大品牌的，他们也是做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它主石很便宜啊，紫水晶、黄水晶，然后上面呢就像一只鸟啊，像这种款式都是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呢每一件都能够拍得出去。谢谢，试试看，改了之后就会很有现代感了。啊，这个漂亮哎，镯子哈，哎，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在哪里买的？这个在台南买的，台南的珠宝店买的。啊，珠宝店买的，对，当时一定买不少钱。哦，你很喜欢逛珠宝店哎，刚刚都是花莲买的，现在是到台南了。来，戴起来我们看一下，好吧？哈，它戴的也很漂亮啊，戴了好多啊，这个蛮好看的啊。所以你也买了不少镯子哈？对，这个圆骨的哈，然后淡淡的紫罗兰，我觉得不错，蛮漂亮的，这一点点小白花了。啊，没有什么的裂痕，就这一点点，这里一点点小小的，这里啊，比较明显这一道，啊，这一道有一道痕，啊，它的手围是18.8，我觉得还 OK 了，嗯，蛮好的，对，然后圆骨，然后清清爽爽的干净，这个色系很多女生喜欢的，很干净，对，好，当时买多少钱？9000块，这边。现在是 A 货吗？我突然他买9000块，让我不免有点担心了。很多年前买的，32年前。哎呦，32年前了，今麦那我就用 get 小了，那些 A 货那我就用 get 小了。这个就是当时我们从大陆买的时候，哈，一支1000块人民币买回来的。这个只怪当时年纪小啊，哈，不知道要投资。对对对。好，当时是买你刚刚说9000块。好，我们现在来竞价。请老师鉴价，12万元。它这个很圆琢哈，第一个干净清爽，颜色虽然有一点点微微的带灰，但是呢，它紫色带的多，然后它是属于典型的所谓的说我们叫冰糯种，然后手围是18.8，是标准围，是标准，所以它没有，它怎样，它整个颜色都是均匀的，它不带杂色，说这里黑黑一点，这里黄黄一点，没有，干干净净。像你要买手镯这样的手镯，其实只要有人愿意早期9000块买的，愿意现在15000让给你，你走你改变我要紧啊。
可以了哈，不错。OK， 今天真的不错，曝光的这些私房珠宝呢，都买的不错。谢谢雪萍，谢谢，恭喜，谢谢。大珠宝家谁才是行家？好，关在今天邀请的这两位，那可真是行家，不是珠宝收藏的行家，不是古董的行家，是相声界的行家。等会来看看他们俩到底收藏了什么宝物呢？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超强的鉴定团，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哎呦，说到相声我都脚折了。来，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曾素良曾教授。嗨，大家好。台湾宝石协会荣誉理事长、逢甲大学助理教授李荣兴老师。嗨，大家好。亚瑟宝石鉴定所资深鉴定师赖俊明，大家好，好欢迎相声大师刘增凯、刘尔基，不敢不敢，哎，我在，要干嘛？姐夫啊，中间怎么干嘛呢？切他！哎呀，你不知道这个你们这个宝贝可是不得了的，我得戴了手套我才敢碰啊，这么慎重啊？啊你逛夜市还戴手套？是的，不是，我跟你讲，那个拿了50块的我也是这样，我们也见过50块的，所以也不要因为我戴了手套就想说这个值多少，买点药吧，可以啊，不，专业，是是是专业专业。不，两位讲的相声啊，那一定要提吴兆南老师，哦，是是是吧？那可是听到他的名，相声一听嘛，立正站，立正，要立正，对对对，他是我们算是在台湾已经是祖师爷辈了哈。对，就他们这一代人把相声带到台湾来的，并不是他一位，当时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对，可是那一代是让相声能够在台湾扎根的最重要的关键。那最重要是相声集锦那一套专辑，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只知道吴兆南、魏龙豪，就那个影响力太大了，有录音嘛，有录音留下来，对，那真是红的，红的，对，所以那是你的启蒙啊，对，从小学听嘛，对我也是从小听，哦，你也是听着睡觉。哦，所以两个人资质就差很多了。人家是听了之后，是吧？也睡，也睡吗？嗨，这是我师父最大的骄傲。每个人见到吴老师，我从小听您相声啊，好高兴，真的啊，我都听着他睡觉，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都听着睡觉。对我们老头说你这后面每次都听到中间那一段，后面都没听到。我爸最厉害，一卷听20年，第一段没听完。每次听到那儿，头脑已经就卡住。可是你如果关掉，他立刻醒。就安心的感觉，所以永远都是在那段卡住就对了。对，就是听了就睡着了，他就安心睡觉。所以你可以告诉我最后一段讲啥呢？不知道，他反正因为我们你也不知道，连你都不知道。我们家那16卷袋子轮流听嘛。我们反正我换了，我爸也不知道，他就傻听。本来就一直放着就对了。他只要有那个就行。几百段，对不对？那么多，像仅仅那个50多段吧。那个50多，加起来总共200多段。对，哇，我们这我们师傅是史上第一人吧？就是，对对对，对共同的记忆，对对对，每个人都到夜市买过啊，每个人都回家放过，他每个人呢，都可能听到一半就睡着了，都差不多都被催眠过哈。我们共同的人生记忆，好，来来看你，这是我的，你的，不是我的，我太太的啊，你太太的哈，对，来去这个大陆上面就。跟着一大堆去那个旅游，对旅游，然后就到欧米亚夜店，对，公关一下说，然后我讲一下哈，我们节目呢录到现在也不少集了，也不少人呢说他的东西呢就是去大陆买回来的，对，那我来讲一下他的流程，好吧，先参加旅游团，对，接着到欧米亚夜店，对，接着呢到店里看都不满意。接着老板就会说：“我后面房间里有更好的。”哇塞，拿出来了，只给你，别人没有。哎呀，中间漏掉了，他还有个老总啊，中间还对对对，还有老总上级，老总套路很深呐。这个老总中间要出来了，出来一下说：“哎呀，要不是你是台湾人，我真不想卖呀。”哎呀，你刘尔金是吧？再多加点，我真的是你的粉丝啊！不然我这个东西放在我店里多少球我都不拿出来卖给他。我也厉害，对啊。我看我太太应该也是这样被套路套成这样，有没有走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就不妙了啦。对，我感觉不太妙啊。它这个三彩的翡翠，颜色很鲜艳，你看看。对啊，黄的黄，白的白，绿的绿。哎呀，把手是染料不错啊！哎，这个不少钱呢。不少钱啊？对啊，从房间里拿出来，当然要不少钱啊。对啊，最少是2万，这工钱很贵的。真的假的？对呀。花这么多钱？对呀。
花这么多钱被骗了、啊。我看起来是不值钱，可是他就说这么多钱，我也不知道啊。是啊，他怎么？哎呀。好、哎，这个是在大陆买的。OK， 翡翠三彩。三彩翡翠，对，它上面标的是这个葫芦，还有这个特别福气、啊哦，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莲花。对啊，哦、很好的。太太当时回来怎么说？很好嘛。他、啊、他们说那个，当时买这个心情啊，或者是。他们买来送给我啊，你看这个多都喜。他们还说是什么特别的节日吗？对啊，很好啊，对，很吉祥啊，对不对？我看你觉得忐忑不安的感觉。但是，我从来没。什么特别的节日送给你的吗？哎，他就玩或者没有。女人出去旅游买一堆东西都有都的理由。对呀、啊。就是给儿子、就是、给老公。对啊。他当他买的时候，他已经满足了他自己了。哦，但回来都说是为你买的，对对，买光花光，为国争光，对、嗯、对，所以花了20000块人民币，对，是人民币啊，对，哦，说起来，看相声多好赚，真的，好，我们来见一下，要不要见？不敢讲，要不要见？你不说我不行吗？啊，一定要说吗？我不说，今天通告费不能来，好说，请见价。3000元，哎呦，这么贵啊？差这么多啊？20000块人民币，现在是3000元台币，是啊，是啊，几倍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它是染色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B 加 C， 它灌胶又染色的一个三彩翡翠，只能讲说哈，绿的跟黄的有够恶心的。啊，这么夸张吗？当你买这到这个旅游胜地去看的时候，首先第二件，万一您没带放大镜，也没带这个所有的这个笔灯的时候，我建议您就是说好吧，眼睛擦亮，然后这个顺着阳光一个反光面看一下，好，有时候眼睛要说没有老花的人哈，它的表面上哈，它就那种皱有那种所谓皲裂纹的感觉，或者说它老是。抛不亮雾的感觉，你就要小心了。Okay 啊、只能这么说。有没有真的好的可以比较一下？可以啊，哎、欸，还不错，我还以为塑胶的，石头的还好。还有在伤口上撒盐、啊。像这样子来讲反光面它的光泽就不太一样。有没有不一样？我觉得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你看这个雾雾的，然后这雾雾的，然后这是亮亮的，有没有？光泽水头不一样、哦，然后这种亮是好像由里面发出来的亮。对，但是、这个是，那你这个亮感觉就是婴儿油抹了一抹之后。哦、所以这种光泽没有这种表面反光的程度，它不太一样的，一看就知道不太一样。有没有？乌乌哈。对对对，哈、哦，就是这样亮亮的，然后呢，它的颜色有层次感，比较自然。对，因为它是慢慢的这种沁色、嗯，所以有层次感，所以你看会有深浅之分。不像你这颜色一坨一坨的，它就好像一刀两切，就是白的绿的这样子，然后就点点点，就不太一样。嗯，来这块请见价。这块多少？好，所以嗨了去了。其实去欧米亚夜店买东西是很风险性高的。不要摆在一起啦！不要摆在一起啦！不要摆在一起啊！难过。人家就买不票了。还更高级，好狠啊！好，我们谈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演出。这次是为了纪念老师。对，都是经典的段目。啊，有些经典的段目。对对对对。就是我师父比较得意的作品吧。啊，师父得意的作品。对，一方面是。让我们重新呢回味一下那个，对对对，回味啊！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感念老人家，也是他其实生前的交代。哎，你怎么没穿黄？怎么没穿马褂来呢？说相声没有穿马褂的，嗯，我说啊，没有马褂，没有马褂，都有穿马褂。魏龙豪，你是说那个叫长袍？长袍哦，那叫长袍。长袍，对，简单说，里边那件白色的，看白袖子、白领子，那个叫汗衫或者小褂。小褂，然后外面的长袍，大家常说长袍马褂，长袍是长袍，那件叫长袍。对，马褂是马褂，马褂是穿在外面半身的那个，再加一像外套的那个礼服。对，如果没有袖子叫坎肩儿。哦，啊，坎肩儿。说相声没有人穿马褂的，嗯，只穿长袍。清宫剧那个黄马褂，就是那个对对，外面的像小外套。那又为什么不能穿马褂呢？太正式了。过去相声是坐艺，比方我们在正在工作。那个是礼服，比方说我们就是，比方说现在我们穿着西装来，你不会穿着燕尾服来上这节目。所以相声的概念是大家在一起拉勒就对了。哎，稍微正式的工作，但不是一个国家庆典的场合。我懂了。不用穿大礼服。那你连长袍也没穿。长袍是个刻板印象，没有人规定说相声要穿长袍，只是相声流行的时候，那时候老百姓就穿长袍。哦。那到后来还变成有点符号的感觉。所以其实呢，
当时流行什么就穿什么就行了，就正式服装，它其实是一个很庶民的艺术。对，其实应该这样讲，我是经常穿大褂长袍的，嗯，因为我多半演传统，我是比较不常穿长袍的。对，比方他模仿李淑全，模仿高凌风穿个大褂怎么来啊？对啊，嗯，而且你想想看，他穿长袍多别扭啊！因为好看，好看啊？是吗？越胖肚子越大，穿大褂越好看。我都不好意思说那个字，你自己说了啊。那个挡肚子。对对对。别看我师傅不觉得大吧？吴壮男老师看起来个子不大吧？是是是。四十腰啊。穿大褂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反而要像这样的身材，对不对？穿起来才有那个分量，分量，撑得下。你刚刚说这一次其实是一些过去师傅很经典的段子，对啊，带大家来回味回味，来一段。我们现场可不可以来一段？好，好啊，嗯，这个摔跤叫口吐莲花吧？什么叫口吐莲花呀？就是张大千居士的版画，这是老师你的。对啊，我们每个人有一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每个人都有一副。喜欢听我师傅唱戏跟说相声，就不用见真假了，直接张大千亲手的。不是不是，这是版画，他手上都是真货，他自己去，他送我们就拍卖会买。啊，那师傅是可以复制的。对，师徒关系想想也好不了，也不怎么样呀。摔跤叫口吐莲花吧？什么叫口吐莲花呀？就是我现在念几句咒语啊，张嘴一喷，哦，就能喷出点莲花，这么厉害？哎，看一下，看一下，想看啊？对对对对，想看不行啊？啊，缺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没带锣，锣啊，敲的锣。你怎么我代替啊？你代替，我可以吗？那行，那委屈你了。好好好，好不好？我念诀，你当锣。好，我这有一个真正的宝物。哎呦，这什么？嚯，这。5块钱人民币买的一把扇子，嚯，那真棒！用什么弄啊？现在它就是锣锤儿，哦，你这脑袋就锣。我，哎，行，我行。别挡镜头，你自个儿打去。我自己打。哎，我一念诀你就哐哐。好好，我打，用力大声。可以，来啊，来，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想戏法灵，哐哐。先得抓把土，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想戏法灵啊，哐哐！我再抓把土，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想戏法灵，哐哐！我再从头数，哐哐！打我呀！一二三四五，你要往有六往下数呀！我得往下数啊！往下数，还再来啊！啊！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还有啊，哐哐！要想戏法灵，哐哐！我没法往下数啊！为什么？六还没编。敲的头都快肿了，就是，我看看，肿了一个包啊！这一段睁眼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真的要打的。哎呀，很多人误以为现场不是用这个打的，是就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是比较因为它比较不就便宜考过的比较不这是吧？就普通的就是便宜，这个有很大的技巧，不会打的人真痛。哦，那怎么打才不痛呢？这是有技术，就是这江湖一点就不能说这我们的秘密，反正我打不痛。你打不痛？曾经我师傅打我大师哥，差点没打死。哎呦，我师傅大概160勉强，我大师哥190啊。看都看不到，老头这么打，然后下来我师他跳起来打，他根本打不到我师哥。后来大师哥下来不行，我快给师傅打死。我哥你傻，你不会蹲下呀？对呀。他够不？对我傻。他有改过，都是本来都是那个他打我，但是后来改变自己打，不一样。自己打可以控制力。对，应该我打比较好。对了，比较精彩，但是不容易，不好看。对，还是我来打。可以打死一份一个。真的吗？那下次公演找我啊。哎，这怎么办？他的角色，我觉得我可以呀。他角色啊，那你来打吧。好了好了，我们来看这个吴姐来。哎呦，这是我的了。这是你的。这个是我太太。哎，又是你太太。哎，她到那个桂林啊，她是当那个顾问，帮人家顾问这个规划那个大的商场。哇，对，然后这么能干，那老板呢？盖完了，钱不够啊，啊，顾问费就用这个赌一部分，一部分用这个送给你。那个商场现在还活着吗？还活着，对对对对对。抵一部分，那大概差多少？也是个几万块的那个，差多少人民币啊？几万块人民币，所以3-5万。用这一招已经付了很多钱出去了，是吧？对。
屡试不爽。对呀、啊。来，3到5万人民币。对。那我们就抓4万吧，好吧？好。好，成本大概4万块左右。这是一条，这是很有名的，这是现在中国很流行，大家很喜欢买的，叫南红。哦，一种红色的玉髓，最早发现在这个云南跟这个四川的这个凉山。哎呦。哦。山里面哦。嗯。它通常这里面，因为它红红，这里面有赤铁矿，叫 hematite 的赤铁矿。哦。被包含在所谓的玉髓里面，玉髓就是说它是这种石英质的宝石、啊、那假如它有条纹，我们称为叫玛瑙；那没有条纹就称为叫玉髓。那这因为它的颜色很鲜艳，也很漂亮，对啊，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南红。我们看一个照片，好，先看，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到底这是什么。所以它有特殊的一个。好，你看有这样一点一点的赤铁矿、哦，这里面有一点一点啊、哦哦，对对对，这是拍出来的，显微镜里面照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确定它是肉眼看不见的，对、哦、对不对？应该没问题的，天然的南红，好，这天然的，天然天然的，哈哈哈哈，好啊，天然的，天然的南红，南红，好，肯定高分，好，来，请见价，45000元人民币，台币，台币。像这样的物件的它颜色还有更鲜艳一点。那这样的物件，这个颜色是稍微淡橘色，带一点棕色。那它目前的行情，就是说普遍的行情，大约是10000人民币。那基本上，因为它是玉髓的这种低温矿物，所以它其实物件蛮多的了，并不是说贵到不值。应该说，这玩意就算好的也不太值钱，就是了。有很好的，很特殊的那种红到很鲜艳，但很少数。很少。对对对，不过还是不错的，还不错，还不错，不错。有想自己打一下。其他的是心意啦，框框。这个很 happy 啦，很好的。赌账的还值点钱就。对呀，有的有。没拿200块给你怼。那我们来看这幅画，这是。这个是张大千居士的版画，这是老师你的，对啊，我们每个人有一幅不一样的，对，每个人都有一幅啊，张大千每个人送版画就是可以复制的，对，这每个人不一样的哦，这是我师父在美国拍卖会买的，送我们徒弟每人一幅，对，现在老师跟以前不一样哈，当然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我在20几年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看到英国的大学研究所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距离的，那我就在想说，将来台湾应该也是慢慢走向这样子。我回来台湾以后，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以前我看到的英国老师跟他的学生的关系有一个距离，不像他们那个师徒的关系，那简直跟家人一样啊！好，来，这是版画，可不可以来讲讲这幅画？这个应该有些体会吧？说他们的关系嘛，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因为。张大千先生后来曾经在这个旧金山一带，就是叫那个地方叫什么回事？哪儿、啊？克米尔。哎，这个给我。在旅居克米尔的时候，先是你打。好，这样想就行了。英文不好啊。他刚到克米尔，原来住在可以居嘛，后来搬到环碧安。那这段时间跟我们吴老师交往很多。因为他在那边挺无聊的，就大千大师本人写了一个对联，他喜欢听我师父唱戏跟说相声。那家里我师父家其实有很多他送的东西，包括扇子。有一篇专门写就是，在家生病了听吴兆南相声，沉疴若玉，好像马上好了。最后落款还是目障方盛，就他那时候眼睛出问题。对，所以这些就是比较偏西化的东西，应该是那段时间。后来好像因为中美断交他生气，所以搬回台湾摩耶精舍。我大概师父跟他的交往相当多，我看这也不用见真假了，直接张大千亲手的，不是，这是买的版画啊，这买的啊，这是版画，他手上都是真货，他自己去他送我们就拍卖会买的啊，那师父这可以复制的，对，所以师徒关系想想也好不了，也不怎么样，哎呀，所以他家里也都是大千大师真迹送他的，也不便宜吧，但是他给徒弟是去拍卖会买的好，那我们先来见价，好吧？好的，好，来，请见价，3000元，再加上哈、这个框的钱啊，5000元，这个是张大千哎、对对对，因为它可以，刚刚您讲了，它可以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复制，但是像这样的东西就是版画，因为这版画它量一多的话，我们不知道它印多少张，它也没写，所以它肯定很蛮多的。它这样有铅笔授权的会比较贵吗？有。有，那要不要再重新思考一下？这个不是，这个这是张大千的亲门吗？不是，
这不是，是保罗吗？他大千，他写大千，但是这个英文不是他亲自签的吧？不知道，哎，不是他签的，所以他这个量很大的话，他就稀释掉了价格。不过价钱不重要了，是不是？最重要是师傅的心意啊。对，更重要是师傅家里的那些东西给了谁啊？他后来晚年卖掉了，不跑哪去了。哎呀，可惜了，张大千亲手送的啊。那个就贵了。就是那个就贵了。我不知道师傅晚年想什么，就是他亲手对联呢，从人笑我生张八，我今传君活感三。对，这是师傅的张大千是专门撰稿给他写的连字带话，结果不知道跑哪去了。然后有四把扇子吧，是说也不知道到哪写好了以后，因为我看我师傅像小丑，你的破扇子，我给你写一把，让我师傅在台上用的。结果那一把也不知道跑哪去了，还有一副超大黄金币，也不知道跑哪去，可惜啊。那我们来怀念一下师傅。对，来看一下，师出无名。对，师出无名。对，赵南大师纪念创团20周年的公演，11月23、24号在台北的台湾戏曲中心，12月14号在高雄大都艺术中心演讲厅，12月28台中屯区艺文中心，希望怀念吴大师的哈，或者是要看看他的徒弟现在是不是青出于蓝的，对，一定要来捧场哦，谢谢，谢谢。